你好呀，大家，我的好朋友们。现在是不是很吵？是不是吵架了？是，中文是不是很好？你好呀，大家，我的好朋友们。现在是不是很吵？是不是吵架了？这中文是不是很好？Yeah, straight A student, but I'm friends with the cool kids. Following the rules and the rubric. Freestyle on the bus and it's too lit. 我已经找到我最佳的旅游伙伴了，就是噔噔噔噔。因为他第一不黑脸，又黑心里种下了种子的。第二，会拍照，他这么好看的。他能实现小小愿望，又神奇魔法。第三呢，就是他够强壮，帮我搬行李，因为我的腰不好。Good boy。所以现在噔噔噔噔，掌声鼓励。哦，还有一个忘了讲，第四哦，是什么？还慢，太晚起，对不对？看，我们都快逛完了，那你才会起床。我看看，你要哪一个？